但是没有吃的呀。我到超市里抢光了，这啥路数啊？哎呀，没了侬看啊！干嘛啥杂乱嘛？马上去个，就差最后一。能买能买能买几斤吧？我们可以啊，我们不是。一分三斤对吧？一分三斤，我们一分十斤，要称要分三吧？浦东方向开始执行了啊！全是警车120，开始封城准备了，不让车过了。方舱医院啊，方舱医院全部拉过来了物资啊，全部在三江港这边大有大量的空地，开始建方舱医院了啊。上海，这就是上海，开始上海的速度啊，一眼望不到头吧，全是卡车啊。江浙沪大旗卡全部调过来拉这个方舱医院，一下子拉10000多个，这就是中国的速度啊！从今晚上开始，夫妻必须分床睡、分开吃饭，不允许亲嘴，不允许搂抱。希望大家遵守一点，坚持一点，谢谢配合。全是人。从今晚上开始，夫妻必须分床睡、分开吃饭，不允许亲嘴，不允许搂抱。希望大家遵守一点，坚持一点，谢谢配合。